Hello， 大家好，我是豪斯先生。那今天我人在桃园南崁这边，这边严格来说叫做芦竹区。那我在这边叫新南路一段。那我带大家看一个，我觉得算是这边算蛮知名的社区，那叫做力宝 W1。我相信其实如果你有来过南崁这边，你应该多多少少看过。我们看一下社区的外观。是不是很美？而且楼下有这个绿园道，然后商家林立。好，那我们从这个社区门口进去。我刚刚有先去登记过。好，我们进来这个社区的这个位置，这边是社区的大厅。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啊，基本上公社都是停止开放的。那我们就稍微在大厅这边这样子导览看一下，前面是他们的算是咖啡厅，有目前有在营业。那事实上，力宝 W1 算是这个近期力宝很经典的一个算是豪宅的社区这样子。OK， 那刚刚我们在大厅其实是比较不方便，那所以我们就简单稍微拍一下这个梯厅的样子。它是豪宅式的设计，主要是三支电梯，然后一层两户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很喜欢看这个梯厅，这算是社区的小细节的位置。那我们去看一下房子这样子。好，那我们从梯厅这边进去。进来这边是一个玄关的感觉，它的用色也是比较内敛沉稳的这个颜色，所以它是传统非常大家很喜欢这种非常大的客厅。我们看一下这个客厅的感觉。哦，外面的景色应该是很美。我们看一下，今天天气好棒，这个景色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从客厅的这个角落看一下整个的感觉。他的客厅真的很大，那边是餐桌。我们先看一下，那像这个W1， 它大坪数，它有个好处，它做的是双厨房的设计。那它的前面这边是会有一个中岛，然后 IH 炉，然后一般的盥洗，这是比较开放式的厨房的部分。那当然，如果你需要，比如说草啊、油烟啊等等的这个部分的话，你就可以使用。那后面是后阳台啊，因为东西比较多，我就不特别拍这一段。但是其实在使用上其实是非常的方便，因为它等于是双厨房，那也隔绝油烟等等的。这边真的很大，逃生门。这种客餐厅很大的这种感觉真的是蛮霸气的。那我坐在这个沙发上感受一下这个感觉好了。好，外面景色其实很美，我在猜就是采光太好了，所以可能相机没办法拍得出那种感觉。真是很开阔。那我们进来这个客厅的正后面，它有一间房间是书房的部分。那藏书真的是非常多，哇，非常多的藏书。那我们往私领域的部分。那像这种大坪数，他们会习惯啊，
就是除了双厨房的这个设计以外，那它会做一个起居室，等于是第二个客厅的概念。那我忘了讲，这个在这个公领域的部分，它还有一间就是公共卫浴。好，然后进来这个起居室，那它总共是三间套房，我就稍微看一下。这间应该是主卧室，哇，好大一间哦！然后窗外的这个景，坐在这个卧榻上看山景，这叫五九桶山，还要摆这个望远镜在房间，很特别。更衣室，那屋主是真的是蛮多收藏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豪宅必备的双面盆，然后大大的按摩浴缸。干湿分离免治马桶。这间浴室真的很大，然后这个更衣室看完以后，我去另外一间房间。这个小的起居室其实用途蛮不错的、啊、假设那个隔起来以后，那如果我坐在里面不想要被打扰，然后又希望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另外一间房间，那这是面我们自己中庭的部分。那么藏书真的很多、欸、我觉得屋主是一个博学多，看什么类的书都有。哇，好，采光也很好的一间房间。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一间更衣室。另外一间也是有浴缸的。那我们最后看一下另外一间房间，那他这一间房间就是他的很多的私人收藏，那当然就是比较蛮多私人收藏的，那我就不特别多拍，也是一样是这个是阳台的一部分，他从那边的阳台到后面，所以它这边是算比较多东西，所以一样是有卫浴等等的。那最后一间房间，因为它东西真的是大部分都放在这边，所以我就不特别进去拍。那它一样是有卫浴的一间套房，跟旁边的另外两间是差不多的使用。那其实最主要来说，就是能够有来看这种，100多坪的房子啊，我觉得，真的是另外一种，我觉得进阶吧。那坦白说 ，W1 在我还没有来南坎这的时候，其实我来这附近吃饭啊等等，我就会常常会关注到关于这个社区。那今天有幸能够拍到这样的房子，我觉得跟大家分享是一件开心的事情。那我今天又请到专业的开发来跟大家聊聊关于 W1 以及这间房子附近周遭的一些部分。OK， 好，那今天很开心有能够邀请到开发经纪人，那店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其实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来 W1， 我对这个社区的可能周边啊，我觉得琢磨一定没有像在地的这么深刻，那所以我才想说，我就问代替大家来问一些可能大家会想要了解的部分。那店长可以请教一下，像这一间这么规划这么棒的房子，为什么他会想要卖这样子？好，因为屋主啊，其实他是珠宝的设计师啊，他也是从事设计相关的行业。那其实因为他其实主要是买这个房子，当初是要自住，可是因为他主要的生活跟工作都是在台北。那其实确实后来他买了之后，也装潢完之后，他发现其实这个房子他真的很没有时间过来住啊，那所以他这边就变偶尔只有可能休假的时候来这边走走，但是他发现这边闲置的时间太多，所以后来他就想说，那这个房子就让给有缘人。哦，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当时是有一个想法，是只是因为工作的重心还是在台北这样子。是是是。好，那店长你方不方便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南崁啊这个附近的一些机能啊，或一些发展这样子？好，那其实我们从南崁交道一下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划分，从中正路来划分，就是我们有上南崁跟下南崁。那其实我们力宝W1刚好在中正路旁边。好，那其实当初屋主会买这个社区，也是因为它的交通便利性。因为我们W1在中正路上，其实第一个好，那它就是主要干道，所以它的搭车、客运、公车都非常方便。那它有很多的客运可以选择直接直达到台北。那再来是说，因为它离交道很近。好，所以其实这也是屋主当初选择这个地点的为主。那我们这个位置是位在上南崁的这个范围，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面向是靠五九统山，所以有五九统山的山景。对，那上南崁因为是南崁最早发展的区域，好，所以其实它的生活机能是非常完整，腹地也大。那它的生活机能的话，包含吃喝这个都没问题。那当然还有它的学区，国小到高中都有。好，那再来是我们的W1旁边就有早市。那上南崁还有两个黄昏市场，所以其实包含那个我们这边家庭要采买的话都非常方便。嗯，那再来是我们南崁的话，其实还有台贸购物中心，好，所以其实我们这边 shopping 啊，或者要看电影都很方便。还有 Costco， 还有 Costco， 对。然后再来是我们还有特地家居，好，如果要采买装潢或者是家具店的话，那边也都非常方便。所以上南崁的话来说，其实我们的生活机能非常的完整。那我觉得再来是这个社区的它的条件也非常好，因为像W1算是在这南崁的算是力宝的代表作。好，那它也是基地比较大，然后再是它的坪数是最大的。那它有分90坪跟110坪。那我们这个房子目前是110坪，也是社区最大坪数。然后我们是在边间，所以我们这个坪数的话，其实是有到4套卫浴，然后3个套房。那其实以一般家庭来说，这个空间是很足够。那W1的话，因为它是做成有点像是豪宅型的规模，所以它其实这个社区啊，它的设备也都是像用豪宅的配备，比方说我们像有中越系，他们会配备那种全热交换器，然后再来是我们有用厚的那个镂椅的玻璃，哦，那所以有镂椅的玻璃让玻璃外面的光线不会那么抢眼，没错。然后再来是因为它的挑高都有一定的程度，像我们这个110坪就挑高是差不多在3.4米左右，3.4米，对对对，真的是难怪感觉进来就很开阔这样子，没错。那再来是说，因为我们这个社区啊，它就是规划像豪宅型的配备，所以它连它的服务都做好，因为它是做走饭店式的管理。对对，那所以我们刚从大厅一进来，其实就可以看到他们大厅的人员的接待，甚至是它的管理，其实都会有一定的规模。没错。那再来是我觉得比较贴心的是，像我们这个社区如果要倒垃圾的话，它是都在每个梯间都有专人去帮你去做倒垃圾。所以我们只要倒垃圾的话，只要放在梯间那边都有做资源。倒垃圾的距离就是从家里门口到梯间，没错，就这么便利。哦，对，那管理费缴得很有感觉。对，但是管理费也相对划算。哦，真的，我们这边管理费的话，可能一瓶才差不多在80块而已。对，所以其实管理费用也不会到太高。哦，以这样的规划来说，80块算是比较低的。那再来是我们这个社区的公共设施也很强，因为公共设施的话，它其实有媲美豪宅型的公共设施。我举例，比方说我们有那个羽球馆，羽球馆，那像一般是在豪宅才会有羽球馆。那当然我们还有室内的游泳池，而且是标准型的。那再来我们还有比较特别是有那个宴会厅，
好，那宴会厅里面它还有包含的那个妈妈厨房，对，好，然后还有麻将间，好，然后再来是我们还有地下室，还有那个家教教室，然后一般的像一般的公社健身房或者是游戏室，这些都基本配备。那我觉得更贴切是像我们的 B1 有那个贵宾的那个停车场嘛，对，那停车场部分它还有配备司机休息室，司机休息室，哇，对对对对，果然是豪宅的配备都有去想到。对，那再来是这个社区，你看公社是这么的完整，但是它其实公社比是非常低的，它这边公社比只有26%-28%而已，26%不超过30%，这算是蛮少的。对对对对，了解。那这个社区公社还有一个是非常受住户欢迎的，就是它一楼有一个咖啡厅，好，那咖啡厅是有专人在那边帮你准备料理跟餐点的。所以其实如果像带朋友来都可以在咖啡厅那边做接待跟招待，所以他的那个咖啡厅的生意是非常好的。有，我刚刚从外围看我就觉得说他里面的蛮舒服的，是家里的星巴克的感觉。没错， OK， 那店长，那想问一下，因为你刚刚介绍的蛮完整，包含从大环境整个南坎上下南上南坎这边，然后包含这个社区的一些部分，那甚至到我们这一间房子，那我其实蛮想请问的是，那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关于价格的部分，那这一间我们的价格是目前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屋主当初买的价格确实是比较高一点，但是因为他当初当然是看上了这边的条件跟环境很喜欢啊，所以他当初买的时候也确实是就是直接一口价就直接买了啊，但是买了这个价格之后他也自己在做装潢，所以装潢成本也比较高，但是因为目前就是说因为房子用不到，所以他愿意割爱给有缘人，但是因为当初他的设计都是自己亲自去设计跟那个去监工的，所以当然这间的价格应该这样说，就是以目前因为它是社区最大别墅，所以总价看起来好像是比较高一点。对，可是我老实讲，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房子的坪数跟条件跟装潢是符合你们的需求的话，那我觉得价格部分都可以来讨论，因为屋主他确实想卖，但是他也可以接受，就是说如果客户他是喜欢，那价格部分不要落差太大，好，那他是觉得都可以再来讨论。了解，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种产品是非常挑人的，他也不见得一定要坚持在某一个价格，但是他一定有一个行情跟水准之间，那主要是要找到一个有缘人这样子。没错没错。 OK， 那像 W1 这个还有什么优势，或者是你觉得可能以这个社区在这附近来说的它的利多或支撑之类的？是，好，那我这样说好，就是因为像桃园啊，我们的那个豪宅是以中越品牌最有名的。没错，对，所以如果当然客户他喜欢坪数更大的话，那我觉得当然可以考虑中越系列，但是如果假设今天是喜欢这种小坪数的，好，小坪数在110坪左右的，然后再来是总价不会到太高，因为像中越的话可能总价可能要甚至到4-5千万以上。对，但是如果你希望是落在3-4千万左右，好，那地点又好的话，我觉得 W1 是一个很好选择，因为它的设计风格是比较有自己的风格，那它是比较新颖的设计，好，那我觉得这个地点它再加上它的环境跟这些生活机能是非常完整，所以我觉得其实以W1来说的话，其实是像年轻族群或者甚至是我们的一个小家庭，好，那我觉得是可以首选的一个社区。OK， 也就是说其实在除了坪数上，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比较中庸的配置，就是刚刚好，也不会太大。对，那绝对是也是够用的这个基础，那也算是屋龄比较新，是因为而且我觉得位置真的是更核心，我们离中正路就是在旁边，没错没错，所以这么听起来，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优势其实它这就是稀有度，因为这附近已经不会有类似的这样的案子，因为土地也差不多开发完，是，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像这一间真的是我自己待在里面我感觉就是蛮舒服，因为它整个色系做的是非常的沉稳，虽然我们现在只是坐在沙发的地毯，那我也觉得就是外面风吹起来很舒服，没错，对对对，那如果你对这间房子有兴趣，那你来想来赏屋，那也欢迎来跟我们预约，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拜拜。